你也去找着两百万呢。怎么样，两百万才可以收？收啥呀？也没呀。谁那么心疼黄文泽？搞贫血，这不得疼？打过铁，我那天给打过铁。但是一样可以做那个按摩。大哥姐，你爸娘打电话来叫你们再接人哈。身份证呗，你的身份证去了哎。还是个，这里花了钱，花钱都白掉了，哪这么个？